有请沙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沙溢，葵花点穴手。大家现在想起来我当年的英姿了吧？今天我的点穴手，专点你的笑穴。有，葵花点穴手。谢谢大家。刚刚我坐在那儿啊，我突然间发现这个节目是个坑啊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本来啊给我想我应该都是好朋友，应该不要我不想那么严重的去吐槽他们。但是刚才他们吐槽我了之后，我就突然间觉得我一定要多说几句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沙溢，非常高兴来到吐槽大会。首先谢谢张绍刚老师刚才的介绍啊。张绍刚老师大家都知道啊，著名主持人啊，以前呢主持过一个求职的节目叫《非你莫属》，现在呢主持一个相亲的节目叫《为你而来》啊。俗话说得好，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，男女都怕张绍刚。李晨和薛之谦一起参加过一个节目叫尖叫吧路人，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适合他们俩。薛之谦负责尖叫，李晨就是那个路人。姜思达看到了思达，我就想到了我的儿子。大家别笑啊，真的。大家知道我的儿子人送外号东北宋仲基，大家看看思达的打扮，东北大公鸡，公鸡中的战斗机，欧耶！池子，脱口秀演员啊，非常好。刚才池子说的特别棒。有一次池子演出结束之后啊，他的粉丝跑过来了，拿着一个西兰花给池子，说：“池子，我这一看你这演出，我就特别想把这东西送给你。”池子说：“为什么呀？你这什么意思呀？”粉丝指着西兰花告诉池子说：“菜，真菜。”真菜。哎，可以。最后啊，我说一下我们的主咖薛之谦。我跟芊芊一起录过我们的挑战，大家知道芊芊在节目里啊那是一如既往的浮夸啊，套路特别多，表演痕迹非常明显。我就特别想跟薛之谦说一句，简单点儿，你又不是演员，别设计那些情节。芊芊太拼了，哎呀，为了能够红啊，连尊严都不要了。我就在这点上，我就特别心疼芊芊。我觉得芊芊你大可不必这样，真的，你向我学习一下，对不对？回归家庭啊，早点结婚啊。当然了，你结过了啊。但你可以早点生个孩子嘛，对不对？让孩子替我们打拼，你就不用让自己放弃尊严了吗？薛之谦做音乐的态度真的是特别的敬业，让我特别钦佩薛之谦。我就说薛之谦，你能不能认真的写歌啊，在录音棚里录歌，而不去现场唱歌了？因为你唱的实在是太难听了。你的愿望不是让世界和平吗？但是你现场唱每一次都是车祸，这个世界怎么和平啊？我每一次看你唱歌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使出葵花点穴手把你定住，这样世界才和平。其实我的愿望才是让世界和平。但是书归正传啊，今天我要谢谢我的好朋友薛之谦，感谢芊芊啊邀请我来吐槽大会。想不到我在你心里和你的好朋友朱桢和李晨一样，都是那么的不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沙溢。
是他叫我来的，忘了。葵花点穴手，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，这招还好使。哎呀，让我动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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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